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 是一负二，啊 ，B、C 是在这一条直线上。我们现在给它画一下，哦，这个的话是 A 了哈，那现在这是 B、C 嘛 ，B、C 在上面，长度是5了，然后 A 的话假设在这里，我这随便画的哈，一负二了，他问呢三角形 ABC 的面积多少？好，面积的话就底层高嘛，高的话就 A 点到达这个 L 这一条直线的距离，所以这面积哈，三角形 ABC 的面积哈，就等于底是5嘛，它乘以高，高的话哈，我把这个呢移过去，就等于减一哈，等于0，我这等于根号多少呢？3的平方加上4的平方嘛，二分多少呢？要取绝对值。好，把这一点带进来，这3乘以1加上4乘以负二，啊减一，啊取绝对值。好，这个是底层高除以2乘以1/2啊。啊，这是5嘛，这5可以约掉。那这样变了多少呢？这是3减1的话是2嘛，2减8是负6，负6除以2，负6取绝对值除以2，所以是3，所以这面积是3，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是等于3。